再次谢谢你们，谢谢哥哥们在第一轮带来的两支非常非常精彩的舞台表现。在第一轮投票开启之前，哥哥们最爱的人也要为他们来加油打气助威了。那首先我们就先有请的是一枝花阵营的亮亮姐和彩儿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哥哥们最爱的女人之一应采儿。我是袁咏仪。刚刚大家看完两场表演，我怕大家忘记一枝花是多么的精彩，多么的完美。我希望借由我们小小的力量让哥哥们赢，所以大家请认真看我们的表演。 Music。谢谢亮亮姐，谢谢彩儿姐，谢谢你们带来如此甜。